那画面好大哦，可爱甜甜的东西，这个我现在真的只买得起1000块的给他们了，因为我好友太多了，太多兔崽子了，我都来我家，我负担不起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还排到这边来哦，第几个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小木偶右边，今天来8个。那这个是好，我们的欧洲人，你看呐、啊，诶，是不是画面是不是会闪一下？我刚刚有稍微瞄到，是不是？这个我没办法处理，因为它就是这样子。就让你们稍微看一下我的桌面吧。哇，不然就是关台了，甜甜的东西。我现在其实是看着 OBS 画面在滑平板诶、欸。这样我自己看，先关这个，再看这个。好啦，不然等下我们玩游戏吧。哦，苏丹还 OK，我最讨厌是遇到小矮人跟唐老鸭。啊个，让我丢脸。有八吧，二五。好啦。继续，哇，画面黑了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哦，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读不到画面。像素。要重新截取哦。等一下哦，确定？啊，这是哪里？属性确定，诶、欸，哦，这游戏嘞，诶、欸，等下怪怪的，确定，哦，重用好了，移除，新增，终结区。房子，确定，好啦，回来了，我拉一下哈，哦，对，舌头。你应该就是兔窝有史以来第一个拉群体仇恨的人吧？安安哦，好，我们开始。啊，还是你们要看我过城堡，给你们看我们怎么过的。喂？话说之前看影片，
这边很爱聊女装，女装没有啊。我首先都会打右边这边，这个三个泡泡打掉，然后就是会这样连，连得很开心。那再来就是直直往上打，然后也会连得有点开心。那再来就差不多可以开技能了。哎，还没，问一下哦，看一下哈。那就这样子吧。那就可以点技能喽，然后就可以再开一次技能喽。哎，顺好多哦。突然不会玩了，等一下哦。仇恨的女教师。是谁在聊女装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 DC Amigo 那边没关麦，我先关一下麦。啊哈，好了，我关麦了，就是这么快，这么迅速，这么有效率。那再来就是，看一下哦，阿拉丁在这儿，打这里。那上面那个加三的，其实那个加次数的爆爆。真的不用刻意去打他，要看角色啦。你的角色可以的话，那个什么哈哈是啥角？你的角色如果吃得到那一些，像背那把不是背面，像麦昆就是有办法把东西都往上集中，所以你就留到炸弹泡泡留到后面再消掉就好。然后这样子。哦不，没中。啊，理论上我的玩法都是我会尽量去叠 combo 啊，但是叠不到就是真的是不要硬去叠，我常常就这样放弃了，不是放弃啊，就这样 combo 就常常断掉。不要啊！那个箭头滑下去了啊，还好可以，这个位置可以。然后这时候我应该是不能点下我的那个麦昆的技能，因为我点下去的话，中间上面那两个泡泡就会爆掉嘛，爆掉之后那个箭头就往上移，然后炸弹泡泡也会往上移。所以理论上我应该就是还是按一下好了，手痒，因为我看到炸弹泡泡应该会回到他旁边。啊，对啊，像这样，你让我丢脸，你竟然没有上去，咻！啊，然后我通常都会看，因为刚刚那一波，这一波之后就不会再增加次数了。那个台画面上还有两颗。然后就不会再加次数了，我记得是这样。然后如果到这边有300万的话，就大概这一场大概1000万左右了。那咻，好啦，我讲那么多，也没有人在听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吧。没有中。
欸，还有一个欸，太好了。这里。有听但听不懂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是讲给有听的人，因为有几个问我到底怎么爬上来的，我只是跟他讲说靠角色啊，靠角色，靠角色的等级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你没有好角色真的是上不来，然后你的关卡会一直卡。啊，我能帮到就是让他们过关，但是分数不高而已。哇，这场怎么那么顺啊？我看一下哦，阿拉丁好了，反正这个就是射泡泡啊，它是三个四个一样的会消掉，然后不一样的他们会穿过去，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。然后这时候啊，因为场上的泡泡有点少，我应该就是这样吧，让泡泡尽量多一点，好了，这样才不会浪费。再开一次技能，哦，不行了，没有，开不到。欸，我很怕又是太高分，结果我分数卡住，超越不了自己。我是不是该停下来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刚刚是要想给你们看后面神经病的关卡，妖魔鬼怪关卡，真的是有够难的欸。哎，肖超强是你的主力，玛丽跟星现在是我的主力啊！我海啸已经快放弃了，而且你不该叫我老板吧？你又不是我的 mod，但会叫我老板的都只有就只有我的 mod 能叫，你这样乱叫的话，其实我不太想理你了。不要乱叫，像之前老居也都叫我老板。然后叫到后面，我就说你不是 mod 不要乱叫，他就没有叫了。好，老 G，对不对啊？我的聊天室又坏掉了，等一下哦，我重开一下。我又只能看一边的 mod。你叫两次吧，我记得。等一下哦，我聊天室常常。看到一半就是会突然卡住，又只能看一边的聊天室。打字，打字，有没有人打个字？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好。玩到了，浪费，浪费！Oh no！Oh no！怎么浪费啊？哦，我只是切个画面，看个视窗，回来就按到技能了。老大也不要，就叫教主就好啦，教主或繁星就好啦，这样叫怪怪的欸。对啊，又不是 mod，也没有干什么，叫老板也怪怪的。我比较怪啊，因为其实很早以前都有什么干干哥哥啊、
干弟弟啊那一种的，我其实比较不会去认那种东西耶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之前就是有一个女生突然跑来认我说，就直接叫我哥哥或什么的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，然后说直接跟她说不要，不好意思不要乱叫，我其实不喜欢人家这样乱叫，不想乱认。她说没关，她是叫我干，她把我当干弟，她这样讲，把我当干弟。然后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子乱认，她说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当一下嘛，会怎样？结果他被我凶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凶我？”我说：“你不知道把我当你弟吗？”我跟你讲，我都会凶我姐。我就这样跟他讲哦。他说：“啊，那算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没你这个弟弟了。”哇，真是白目欸。聊着聊着，我已经破了我原本的分数欸。讲错了啦，他把我当干弟啊。另外一个叫我哥的是另外一个啦。啊，那个叫我哥的，我就是一直不理他，他说我很没礼貌，然后就说我不喜欢这样乱认啊，哪天出事的话，你就把我那个说什么你是我的干哥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拿出来搬，丢人现眼。我真的玩到大概这个阶段，我整个技能是卡住的，我十分钟我就上不去了，我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。我分数超过原本的分数啦！天呐，哪天我要超越我自己耶？哇，要修哦。不懂的人来说一下，就是我之前，因为它里面有个积分排名，名次排名，但是那个名次排名嘞，我分数达到1300分，应该是说我们的好兔窝群里面最高分的。但是它一直没有更新，我永远只有1000分，完蛋了！为什么聊天聊着又啊？请看一下，第二名的分数跟第一名的分数差了一倍呢！刚刚应该停手的，不然等下分数又卡住啊！没有，先看一下，等下分数有没有卡住或更新，有的话就解脱，没有的话就完蛋。准备喽，准备喽！有，它有更新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们不用再来这边玩了，我们来活动活动一下。